东奔西来一百停在那边都快变废铁了。那阿姨没有随便，经过的时候阿姨二三那边全部都停在那边。然后有两节那个，有两节那个白铁又废车了。因为是跑小叮当旁边多两，没有，不是右飞车，是小叮当两节多了，不是小叮当啦，蓝地旁边多了两节那个才那个白铁，反正三辆就保存十辆，还是杀两辆当两节当材料车吃掉啊，又不国产。发生了，我觉得这样好像厦门 TRT 的半局了。好、啊。你们大概你去拍入前景了，我没拍了，我要拍机会多的多。你再再好好拍，明天再做就好。我拍的机会多的是啊。啊？我也很容易拍啊。对啊。就赶自己。现在不在凤山，凤山是啊，现在。
高雄市政府在，林雅区的那个市委行政中心，然后凤山就是凤山行政中心，就两个。啊，市议会是一道口，对，市议会在高雄县。轻轨第一阶段是哪段？就是从高台站一直到西子湾。西子湾。啊，这过年要通到西八啦，我知道通不通得到。因为跨过爱河那个，毕竟它还是。应该有机会吧？为了明年执政的绩效。不用，高层不用，不用，不需要这个。去两次都不要，去两次。假日吧，然后约吧，我都不知道。